啊？垃圾桶嘛？你有垃圾吗？你看，你唯一骗到谁，你知道吗？是何教练，哎、欸，会打哎、欸。对啊，就是要真面目给大家。真的是哪模一样哦。对了，就是我，我就是哪模一样。几几几幺吗？是哪模一样？好，谢谢。哇、哦，太快！其实很适合小朋友的。往天空追！啊！要小心哦！哦，要小心啊，阿妹！你有热身吗？还不够老。你差不多来排队，他五分钟，我们的熟客就问说：“这个是哪？”五分钟，我都没有玩到。刚刚认真就是要真面目给大家。马上变球迷见面会了。对啊，很开心啊！你知道现在外面超多人在聚集了。我想到一堆人在玩那个搭火车怎么回事，后面跟着一堆人。哈哈哈哈哈！撕下会很痛吗？不会，还好。但主要是，这样你唯一骗到谁，你知道吗？是何教练。我想说，会打哎。对啊。哎呦，这怎么这不知道、啊、我的胡子怎么拿下？好学长，我原来的。晚上在宿舍楼下睡不着的都会跑上来，就要跟你睡。所以你刚刚你也是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你觉得哪一个最明显？整个动作都很明显。其实老人动作也明显，对，很明显。小时候就看过了，一起生活都看过啊，很难过。好可怜哦。你哪会第一次化这种妆啊？对啊，他下来像秃头。然后你刚刚在排队的时候，你有觉得你前后有没有在那挤？我一直在那边看着挤挤挤挤，然后我就觉得天哪，太快了，完了。我连手背都没玩到，所以我会跟你互动啊，主动跟你说问你。没有，但那个弟弟就很可爱，我就跟他说你几岁了，他说他九岁，我就跟他讲话，尽量撇开人家的眼睛，这很狼狈。不会，对啊，你这样 OK 啦。还是就没有出去都出去，这样像木村拓哉哦。那等下他还是排队唱打这样。好 OK 啊。干嘛躲一躲？戴帽子，我帮你戴这个。那么你要怎么去这个有认出你球，你要怎么去面对他们？我说嗨，我来打棒球，先手背。我说我来打棒球，因为我不太会手背。啊，如果有人问说，我说对，不是那个老人，不是我。对，出去玩了。
吃完了。我的眉毛是白黑的吗？谁跟真的是脑一样的？对了，就是我，我就是脑一样。我没有经历的。是，哎，另外。谁跟那是你哦？对啊。就把我当陪伴的教，我也在练习，因为手背不好。哎、欸，你们刚刚爷爷，要认出来我吗？没有吗？没有。都有一个说没有的，你吃吉利吉利吗？是老莫一样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是张泰山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哎，我刚好刚刚。是老莫一样。来到帕菲克体育馆，然后就是做一个交流，然后大家也开心。那刚好趁一个放假的时间呢，看看大家。快的，快的，快的！哇、哦！快！越来越多人来守备喽，我们要去打击的，就越来越多人去打击喽。自带。看一下这个。招财猫。倡导。你队友吗？你队友吗？有吗？有吗？秀一下，秀一下。有没有拍一个？拍到。对，拍一个。好，谢谢。直接现场借吗？好了，我断掉怎么办？不好意思，下一个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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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就这样的仪器，热身一下，有球速，快球，一百八，一百一十三，一百四，是帕菲克很棒的地方。还有手背，有丢球，然后有中距的地方，然后有跳舞的地方，赞，超赞！后面还有很好的教练，舞蹈教室，就是这边很多元化，然后可以有舞蹈的、啊、跳舞的、啊，都可以在那边接触场地，然后来练，然后练习。而且跟那边有桌球，然后那边是用餐用的。桌球，我最不会的就是桌球，就是尽量。可以融入大家的舞伴。要找你单，可以找你单挑桌球吗？我不会。会呀。很棒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可以给一般人，也可以给我们职棒球员，也可以给业余的球员，都很适合，也有小朋友，也有家庭，都可以来。今天很开心跟大家，我会继续待在这边，我要继续玩。会员可以有充实的空间。所以你现在要去洗了吗？没有了，我就介绍一下。这是男厕吧，就是上厕所的地方。那这边有吹头发的地方，哇，真的很赞的。那这边就是淋浴间，总共有四间，空间超级大。哇哦，魔术大空间。魔。哇哦，就感觉练完球就想要在这边休息，然后洗澡。因为淋浴是对我们运动员就是练习完。流汗很重要的地方，因为可以让我们自己感觉到最好、最舒服。赞！啊，对，我可以打。太高，太高，最低了。棒哦！真的，眼睛看球就好了，就打得到了。打到打到你！是我，是我，是我。就是以后是想打棒球。想打什么？想打哪一队？中信。中信兄弟可以。那你努力一点，就会更强。可以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
这一拜是不是要比赛？下一拜。明天，对。明天比赛是。明天早上八点。早上八点。哎、欸，我再帮你放。这样，你跟我讲话。要加油。加油，撞拳头，你跟我撞。啊，明天比赛要赢。要赢的，要尽全力哦。好，再见。其实很适合小朋友。啊，那你这支就不能比赛了？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哦。等它干掉就可以比了。是哦，对哦，啊，明天要有打出全打哦，好不好？好。耶。耶。今天咖啡哥的场馆呢、啊，就是每周五的时候都是唱，就像我们这个，他就是每周五都给一个点，但是就是不能重复使用。然后他们就是只要球具啊，你没有球具的话，或者没有球棒的话，他可以到球具里借。他这边有很多的手套都可以借，球棒都可以借，有球棒能借。但是就是你们要打自己的木棒的话，就请自己带。一定要，因为木棒很贵。